这一次的总共有28项，我们一项一项的来看你的数据，做一个比较好吗？好，那我就对比哈，上面的是今天，下面的是上一次，5月10号，现在6月9号，差不多。感觉有进步没？比如说你的胆功能又比较好。要比较就这样子比较，就是之前有阴性，有减低，那上一次，那上、那这次没有了，没有就表示是正常。其实你，对啊，你刚可以看一下，应该是比较好。你如果要看你刚刚的数据，就是刚刚写出来的时候，心脑血管。以这个来看，以现在这个来看，好，那就是不同的，就是胆功能原来是阴性，那现在对，现在他的胆，哎，你觉得哎，他怎么没有胆功能？因为这个是比较啊，他这个是有中度跟重度异常，他才会显出来，就代表你有在进步。所以他之前而且你的是胆功能是有问题，有问题，可是现在他没有出来了，这代表你有进步。而且你的心脑血管之前是6项，现在就剩下5项，有没有？哦，剩下5项，这个就是有在进步的那个。哦，是这样子比较的。哦，这样。那像你这个骨质疏松，骨质疏松的量，粘鼠骨密度，骨质疏松。哦，是有他原来骨骼疏松一样啊，这没有增加骨密度嘛，三个啊，这没有变好，拿从哪看？我看骨密度、神经、风湿，神经都一样啊，这个是中度减退，这个脑神经是中度减退，那现在是脑神经是中度减退，一样。0.188，这是0.17。你三宝粉吃了1个月以后再来检测。骨密度有变化吗？看一下那个骨密度，好像有比较好一点。有吗？我要把它照起来才行，不然的话这样。我2张可以列印出来给你。哦，好。好不好？2份，其实2份可以。对对对，上次你有列印吗？上次有列印，但是我这次还是在选择，我两个对起来看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样看不出来。你好像这一次进步很多呢。真的吗？怎么看啊？你看你底下那么多血糖也不见了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你看。我要看你这一次的成绩。这样才看比较清楚。老实讲，你要看你的细项，就这样看比较清楚。但是你的心脏哈，还是有5项要注意的。5项啊，肠胃功能，但是比以前好1项。这个轻度的就比较没关系呀。这个也很好。哎，你看你这么漂亮。很漂亮，这个还 OK， 轻度的都比较没什么关系。然后脑神经中度减退就是你的压力很大，这个是压力。轻度供血不足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才会导致脑部的问题，所以你只要心脏有改善，你脑部也会有改善。这个轻度。这个还好，
中度异常，还有这个甲。其实哈，这个都是参考数值啊，不是让你很紧张。那我们如果有正确的方向在走，它就会慢慢慢慢会调整到一个平衡。啊，这个很漂亮。应该这次，因为你这次的数据减少很多，你知道吗？很短，之前就比较长一点点。可见你有在用功哦。这个都不看，很漂亮啊。继续努力，好不好？嗯你安尼算一张嘛，尔安尼算真好啦，大家都嘛两张。但是你如果说三宝粉你要买了，你给它补充看看，你去吃素嘛哈。那你下一次再来检测就不一样，一定会不一样。好。你又会运动，然后你又在做公益，也吃素，哈、哦，所以好的因子都在里面。不会啦，不做公益啊，跟他不吃素啊，他读书就一直进来了。嗯哼。恭喜你，有进步。谢谢。